难道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觉吗？有啊，就在此时。炭盆龙好了吗？ 殿下，却还以为殿下不会来了呢。你不愿见到我吗？殿下饮酒了。今夜我不想太清醒，走吧，带你去个地方。 殿下，这是做什么？难道你忘了？如果我还能够出来，还能走的话，我会点一池子灯，还给你。当然没有。 我以为殿下忘记了，对你的每一个承诺，我全都记得。谢殿下赐予这一池圣井，只是妾不值得。没什么值不值得。你说人生在世是不是应该及时行乐，世事无常？ 这么小的一个愿望，到此时才实现。殿下国储之尊，竟然还记挂这样的小事。别跟我提什么国储，我这个储妇当的有多么的狼狈不堪，你最清楚。这一年不到的时间，经历了这么多事，我也想开了。所谓远行与轮回，对于他们来说， 也未见得是坏事。若来是为人，生于平凡人家，免受今世之苦。你怎么在王翁那儿要了这么多灯啊？妾是贪心之辈。放灯许愿，都是哄小孩子的把戏。
殿下，难道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觉吗？有啊，就在此时。却想离开，离开殿下的身边，且请殿下成全。为什么？请殿下宽恕妾的凉薄。你是真的没有心，已经完了，你哪里也去不了了。在怕什么？怕那个把你带进宫的人吗？怕我会因你而死？我不怕。你忘了，我身边的人都死了，我也没有心。就算你凉薄，可给了我最真实的温暖。趁我酒还没有醒，趁着一池的虚幻还没有熄灭，天子敕曰：东宫良帝谢氏，人品贵重，性情温良，勤勉柔顺，淑德含章，擢即册封为皇太子妃，钦此。谢陛下圣恩。周良帝奉茶问安，赐座。张良帝奉茶问安，赐座。吴宝林奉茶问安。给二位姐姐问安，赐座。顾才人奉茶问安，妾给二位殿下问安。
吩咐下去，顾氏身患恶疾，从今往后无令不得擅出。是。